辞万里往这儿来，还要往这儿运这种傀儡怪物，这地底下好端端又塌了，你说那九如塔到底要干嘛？还有那什么王鼎，到底和主上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，反正那九如塔邪乎的紧，我听说主上从来就没进过化荒的这九如塔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和那什么长老联系的。报！报！有人闯进来了！哼，是你们，小的们，这会儿正好有这些爪儿血可为我所用，小的们，咱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动手！哎，丫头，看来你们仇家不少啊！你之前还嫌弃我和你们一道，你看，现在多我一个帮手，岂不妙哉？喵，你真觉得要你帮忙啊？尉迟哥，上场啦！我这儿的英灵其实挺多，你们要想来当英灵，我自然也欢迎的。别废话了，快停止那些法阵，不然那种傀儡怪会不断被传送过来的。九如塔的傀儡怪竟能为玄冥教所控，这所谓的爪血看起来又是这个样子。怎么了？你是想到什么？爪血是傀儡，驱动他们的似乎是幽银之力。若真是这样，那我大体知道为何我与栾同去九如塔，我却不得其门而入了。这是不欢迎我进去啊。悠悠，你的意思是九如塔内的长老是来自幽界的？这……阿露，我就是有这猜测罢了，或者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幽都、幽姬、幽界，听名字倒一脉相承。草原狼，不会用词别乱用。没事啦，哎，依依其实也觉得这几个幽幽幽的有点什么关系吧。野马之前也说了，那什么帮九黎族建起幽都的力量。或者只是上古时期罗侯眷族在这里待过。依依，你先别想太多。这样吧，你们且先行，我回头追那些玄冥教徒，想法子出去回幽界一趟。我得去查些事情。九如塔虽称塔，却是倒悬往下，究竟通向何处尚且说不定。那所谓的塔顶，或者根本不在化荒之内呢？
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的鱼溪是没有长脚啊？这边的时装是用错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他没有长脚？为什么这例会不太对吧？哦，这边的名字也打错了。杀了他们！赤练大人吩咐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到这里来。赤练，他一直不愿意一一得到幽姬全部的力量，那看来前方确实有能完成继承仪式的祭坛吧。有没有觉得这儿的地面有点儿？地面下好像有空洞。阿良，你别跺脚啊，当心一会儿他……居然藏了个冰窟！阿良，输了别乱跺脚，你看塌了吧？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前头什么声音？吱吱呀呀和生锈了的机巧在运作。他们堵着什么地方？好像是个通道的门，机关的声音像就是从后头传来的。依依，你能和他们商量看看，叫他们挪个地儿？咩？从没成功过，还是直接清道了啦。快进去。嚯，这碑怎么看着像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？哇，怎么还有这么长的根须，还血红色的？看样子我们快到地方了。依依，你怎么了？你又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雨姐姐，你以前的那个你能观天脉中诸天星耀，但你家族使命是看守地脉，你没觉得奇怪吗？
天地二脉互为阴阳，地脉是天脉的倒影，想来是不怪吧。但你这么说倒也……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没什么啦，就是有点好奇，就想知道鱼姐姐能不能看见黄泉什么的。黄泉拉三途川啦，是地脉的支流嘛，传说三途川什么的真的能走到另一个时间里头去。小不点儿，你别岔开话题啊，到底想说什么？咦，也不知道，看见了奇怪的东西就想问问，快走啦。依依这是怎么了？破坏墓碑就是为了无处承载的力量会汇集，最终汇集到了这里。此处倒与葬魂野地下的空间有些相似。我倒觉得与栾的汤谷殿更为相似，不过现在看来，墓碑承载的并非只有幽姬的记忆，还有幽姬的力量，是金筒中蕴藏的力量。长老从原初的封石中读取了一些信息，推测来看，只要继承幽姬的全部力量，应当就能看见古神之坟。看来赤练说的是真的，传说幽姬的眼睛能看见城池的记忆，用琐事来封印倒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此种封印方式想来并非九黎一族所能吧。长老打算将幽姬的金童之力置于何人之身？放心，这力量不是你那心心念念的人偶可承载的。此处实与丧魂也相似，其他人等一旦被沾染将被异化，唯有那个人。赤练，是你真以为你玄冥教收了这上一任的幽姬，长老一无所知？长老只是留有后用罢了，比起一个死人又或者失踪无迹可寻，不如让他在可控的玄冥教之内届时拿出来用就是了。倒还真是出乎意料啊。是啊，有时候你也总会让我觉得出乎意料，你总在某些时候突然变得近人情，比如这赤练，他让你想到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给此人换了样貌，试图让他摆脱他既定的命运？顺手罢了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启用此处与丧魂野弟弟的废墟一致，启用这些装置将汇集到此处的力量引过去。所以流转在幽姬金瞳之中的力量竟是伏羲残留下的吗？也是，九黎族曾为伏羲信徒，信念所归，力量所附，也是正常。嚯，这到底是何物？这化荒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要是打算打上去，那老子的宏图伟业岂不是长生天哪。赤练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想把赤练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只是让他走向本该走的命运。有些事情到底是无法挣脱的。
继承仪轨已经开始了，此仪轨但凡开始不到结束是不会停止的，现在看来果然是只有幽姬能进这条路。不过看起来眼下既已经有幽姬位于这祭坛处，另一位幽姬到底还是没法过去了。不过在一切结束以前也出不来，这里已封死了。那个小妖，我方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位置有点怪，可能是机关。早看出来了，用你说。于西，我们或许能打断这些。出不来了啦，看样子就算是这机关也只能让依依往前走，毕竟依依是个幽姬啊。依依，你还是打算要？玉池哥，鱼姐姐，在这的诸位大哥大姐们就帮依依个忙吧，让依依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祭坛吧，就这一件事答应依依了。我答应你。哎，大兄弟，虽然我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儿，不过你这么说，哎，我这绝对帮你，放心。你们过不去的。话说的，为时尚早。不，不要过来了。哎，赤烈，现在我出不去啊，这会儿也只能往前走了吧。得到这力量，这本来就该是幽姬的，不管这可能是什么，又或者是诅咒，反正都到了这里了，本来依依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这个呀。不，不要！人呢？哪儿去了？幽皇，这里的事情结束了，走吧。下将去何处？幽姬的眼睛能看见开启古神坟营，但那入口究竟在何处？长老可有与你详说？不曾。如今不过先行待命而已，若想知晓，你自可去寻长老，无需来与我打听。我与你这样的生灵不同，所求亦不同。哼，那倒是，你姐妹本是八方寒林之主，而今居然落得如此，哎呀，可惜了。看来米兰纳巴的记忆里倒是有不少东西。是算了，早知如此，那弥兰纳巴之祭魂断不会交于你之手。不过我劝你别打探我为何为长老效力。礼尚往来，你一直暗中所为的那些事，不论是暗中欲吸纳星耀之力，还是欲得石轮之力为己用，我也不会告知长老，如何？可以，不过我还想知道一件事。你的人偶早已醒来，只是他的魂不曾在这一环宇中，他另有所寻。